三阳走的时候跟我说，内阁用于谦，这大明啊，还能兴盛30年。你现在要走，是有什么我对不住你的？臣在内阁做不了事，内阁里有很多事情悬而未决，继续尸位素餐，还不如回去读书。 等到国家需要，我一定出来效力。做不了事儿是什么意思？太后，现在瓦剌部元气没有恢复，短时期内尚且构不成威胁。可是浙江台州沿海一带。 有很多附身勾结流亡的海盗，日本浪人杀村壮妇，肆意抢劫，武器都是他们附身私底下掏钱购置的太息火铳。他们抢劫成功，就坐地分赃。据说京城官员也有一份的，无耻。 双喜，给于大人看座。于大人，请。哪让地方官清剿啊？景泰6年，内阁就上折子跟皇上说了，兵部的文书像雪片一样呈上来啊，可就是不见动静。皇上。 一概留中不发。我一开始以为皇上也许对我有成见，可换了王直他们，也是如此。臣有句大不敬的话，说，皇上。 是想拖着大明给他自己陪葬。你出门可别说这话，说出去杀无赦。死罪，死罪！但愿皇上早点从太子的势力出来。 现在这个样子是谁也不愿意看到的。臣想辞了官。